嗨，晚上好，浅播一下吧。我还在后台呢，还没到谈资会呢。没突然直播，和你们聊一下，和你们聊一会儿没意思。后台卡卡的，我现在卡吗？卡。现在卡不？还是卡吗？还是卡呀？看看是什么小礼物。拿到了，刚拿到，少年，刚拿到，刚拿到。哇，好可爱的小猪猪，可爱。这是小胡送的吗？谢谢小胡。谢谢小胡的礼物。Hello， 乖乖。昨晚什么时候睡的？不告诉你。谁让你天天监控我了？讨厌。我说了晚安，就是晚安。我没说，我说我睡觉了，是我睡觉的意思。晚安是晚安，晚安是个形式。小陈怎么？社交性晚安什么意思？本来就是我说的对，真的。说了晚安各自。说了晚安就睡了，那确实是，各玩各的呢。燕子直播就播了，他就播了几分钟，然后他就下播了。不是不想聊了呀，就是我要有我自己的上时间了。我睡觉之前又要有我自己的时间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也可能就播几分钟。你的晚上都不睡觉，我起码晚上还睡觉。比如发视频，就是说他确实是我催他睡觉，就是你最好是去想网友去了。聊的嘛，好会的。晚上好，小兵。今晚你告诉我怎么早点睡，怎么早点睡啊？因为我回去都已经很晚了，回去很晚了之后还要收拾东西，不用睡了。我感觉真的想王永琪去了，真的角度。现在马上开始，我在后台开始睡。什么不行？我一会儿还要看关不掉呢，我留在这儿就是为了看关不掉。关不掉，不期的说，就是我懒得说你了。但是你还是明天到上海就要去排练。对啊，可以在飞机上睡觉。下次你跳给我看。好呀，下次见面你跳给我吧，你给我跳关不掉吧。他现在到谁了？觉得跳了发超话也不是不行。不行，
不许开玩笑。哦哦哦哦哦，好的。我啥时候调都关不掉，以后再说吧。还有一个过了就是谭思慧了，不还有一组 MC 吗？笑死！啥你们都想看，啥都想看，不想看人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场 MC。那你想吧，小胖，你想吧，你只能想。毛毛虫蠕动，就想看王旭。现在你就能看我，贪心的女人，哈哈哈，也确实。明天去机场，我都不真的不打算化妆了。算了算了，不和你们聊了，我还是去看，拜拜。